Air Compressor Connect。看到没有？我开开车了。开吧。One。Two。好。Two。OK。在这里面。这边这个输送带的这个可以。输送带的插座。This one for the conveyor. For this one. 这边主机没开吗 ？OK. OK.这是干嘛？然后先按两个吧，先按两三个，然后过一会再按这两个，它一下子的功率比较大。哦应该它这个都会调整。啊，这个没事，这个不用了，这个就不同的，可能就是要改，这个他们知道，还要做保养期，还有呢。我可以。Emergency stop this one. Stop. Come in. Okay. Oh, 开始，你可以说中文。把这里打开。你要放上来，这两边，这个，这个压膜的，把它压起来，然后就可以膜拿起来了，这样。好，这边把膜把它卸起来，有拉线的话就把它弄断，扯断它就可以了，那个没有关系的。然后把膜卸完。换一个位置。这样子摁下去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拿出来。嗯。啊，现在的话就。把膜拿下来就行。OK。好，就把它装，重新装吧。好。装回去要看这个方向。哦。这样子。OK。还要按住这一个。放进去，然后旋紧，这个就慢一点点。第二个，第三个，啊，从这里穿过来。这个时候如果说要带拉线的话，可以先把拉线也一起附在那个膜上面就可以了。它有粘性的是吧？有粘性的。它那个拉线它就会自己就带过来。原来是这样子。如果说不带拉线的话，就不用拉那个。压住这两个，
你慢一点。现在打开。啊。然后压过来的话，它就穿下去。穿下去。穿下去之后就可以了，然后把这两个放回去。嗯，好，看一看，这个在这啊 ，OK。这样子放。OK。然后放后面，再拉过来就可以了。你要把膜走正。好，那你就开。然后开机嘛。好。是吧？气压打在那里，没打开气压，关掉。放到这里来。哎，上哪个？上这个开关吗？啊，这个集成吗？不是，这一个启动。这是启动了。好的。然后就可以手摸了。那一节膜都走掉了。哦，就是宽的那一段。对。因为拉的时候它就居中了嘛。就是一定要让它走到居中，然后再开始做产品。OK， 然后你帮我放个产品进来，放几个产品。等一下先。No other box come inside. We need to touch this one. Emergency. 那个你帮，你帮。Emergency stop.